那你平时不运动，运动吗？我运动啊，就 gym 肯定正常去，然后还有做瑜伽。我的爱好就是按摩。按摩？对，因为太累了。因为我以前是那个脊椎受伤，然后也经常去针灸嘛。裁缝的时候就是这样弯着腰去画东西，画图，然后剪。哦，所以是因为做裁缝受的伤啊？对对，就其实现在就变成是旧伤，就是不会好，就是经常要去推拿什么的。嗯嗯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组一个中老年的那个爱好。我们就是中老年人组啊。大家加起来是。加起来是啊。他俩挺配啊，这两个人，姐就你刚说那个节奏真的是一问一答的很舒缓，好舒服。嗯，那我们要不要去买点东西啊？可以去买东西吗？嗯，先问一下他们。对啊，你问一下他们，你这包好特别哦。我就喜欢它大，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。工作出差都好吗？啊，我的手机壳跟你一样吗？一样的。对。怎么？没有。品味相近啊。嗯。你品味也太好了。有 taste。嗯。我自己跟 Ryan 很多兴趣爱好还有喜欢的东西啊，都还挺相似的，感觉像一类人吧，老年组。没有水。睡一会儿就起不来了。其实我想听歌，你介意我听歌吗？不介意啊。你要一个吗？好。但是我的耳机有点坏，因为。就是他在洗衣机里面洗了很多次了。你真的是人才。就我经常放在裤兜里，然后他就洗衣机洗了很多次。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品味。准备好了。好像有点电流的音。是吗？那我给你换一个，没关系，可以。那你用这个会好一点，我没空去买新的耳机。就这样。真的吗？你小心被电到。他不是被耳机电到了。哎呦，还有这个两个人互相听那个歌单，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。对对方的了解程度更多了一些，以及其实我发现他没有说那么内向，其实还是要多接触吧。有的人会相处，你才能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。啊，是的，那我向来做事情就不会去预期说一定要一百，我一定会留一个进步的空间，这是我向来的习惯。总体印象非常好。这俩人太大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我更喜欢这种，是吧？嗯，他们俩是很聪明的两个人，就是他们俩说话也很舒服。对。这样，我们先给黄瑞恩和罗颖他们俩这一对儿的这一场约会，第一次约会，我们打一个分，什么分的？默契分，以10分为满分，大家觉得他们的默契能达到几分？燕麟，9分吧。9分。10分，我觉得8分。我觉得我跟你差不多七八分。我太嗨了。罗颖她的那个习惯就是做表格，跟我男朋友一模一样，我男朋友是疯狂的做表格，然后我一直觉得像这种是理科男生才会有的一个习惯嘛，做表格。但是我觉得在一个这样的女孩子身上发生，我觉得她对她挺有好奇心的。我觉得她是个很聪明的女生，我觉得聪明的女生是很有魅力的。然后也很体面。对。兴趣爱好各方面好像都，哎，好像不谋而合。
我觉得是八分吧，八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男生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用心的，就是一开始就把他的专业啊这方面，就是通过这种浪漫的方式介绍给他。然后女生作为一个倾听者，我觉得特别的好。如果两个人都是在一直表达表达，可能就少了那个倾听的成分。对，对，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。但我就觉得很可惜的是，为什么坐得这么远？我就觉得男生有点害羞，因为女生表现出那个害羞那个已经很明显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再进一步，他可以再松弛一点，再进一步让这个女生的那个害羞能够放下一些。嗯，我是觉得少这么一点点东西，你会更嗨，要不然看的。天哪，那我打12分了。天哪！我给7分吧。他们节奏是互相搭配的挺好的，但是问题在于像子文说的，他们两个人都很聪明，讲裁缝，讲他最得意的事情，女生都是止于礼貌性的回答，过于克制。我对他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有无数的问题问他。嗯，这衣服那怎么裁啊？有多少块啊？他马上会能想象你将来要给我做衣服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给我设计一套啊？等等。薛老师，你好会聊啊！然后他没有这个兴趣，他没这个兴趣。聪明，他是聪明，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们是聪明的。会不会是就是因为大家都很不想要冒犯对方的一种空间感，或者彼此界限感都立得很明确？好奇是最大的奉承。我觉得他们都能感受到对方对对方的喜欢，对，只不过就是有一点点克制而已。高手之间过招，已经知道对方喜欢对方了，对，是高手过招，我同意是高手过招，但是他们的结论我可有点怀疑，就他们内心的结论是不是说 OK this is the right one， 不知道。天哪，薛教授，但是那个男生的眼神，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男生的眼睛里已经有了，有啊。其实刚才他们俩还有一点，就是两个聪明人的高手交锋，就是女生一直试图好像想要知道男生的年龄。对，想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就在爱情当中年龄这个事儿或者年龄差这个事儿重要吗？你们能接受的年龄差大概是多少？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，就是实际年龄，就是你的那个心理年龄跟你心理年龄完全不一样，就你心理年龄是更重要的。你觉得重要吗？我光想的是如何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去生一个霹雳的孩子。年龄不重要，能生孩子就行，是不是？他这个有点重要了。你这个对年龄是有要求的啊。要求他只要霹雳就行，要霹雳。对，孩子霹雳，孩子得霹雳。我觉得景甜能成功的，你的目标非常单一。对。天哪，谢谢不是，我们现在对甜甜的要求已经低到你能成功这个。薛老师，您那个都特别那种局外人，特别冷静，特别理性。您要说能，那是的，我太有信心了。能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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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